阿哥，你快来看，你养的这个鱼没有？哎呀，你看，全盆这么大，好大个鱼啊！阿哥，你养过这个鱼没有啊？你这啥子鱼？四不像，又不像本人，不像鲤鱼，三不像草鱼，啥子鱼？就在吴家的鱼，又不能裸板，晓得不？就因为我颜值太高了，很多人舍不得吃，我们今天打个火锅咋样？啊，要得要得。哎呀，把它收拾出来。哎呀，好大。 你说那要吴家的鱼多少有几块钱哈？我都说那是烤鱼，那行我这个烤盘太小了，不得不说哈，这个鱼颜值确实高，但是哈子多剥个菜刀，剁皮打开取出内脏，哎呀，这把鱼真的是安油，你看，好鱼盆弄大，再把鱼肉摊下来，叉子按二把二，搞得跟杀猪一样，好按二把。哎呀，这不是当我笼子主了？这个骨头拿掉汤。 阿哥，点火。要得，干了。锅烧猪油，下入鱼排，煎至两百斤后，再下入葱片、姜段，加入开水，把汤吊起，大火30分钟。一半吃片子，一半宰坨坨。鱼肉鱼片同样的腌制手法，先放入盐巴、葱姜水。 搅拌均匀，捞出粘液，听说先用盐把来洗的，再用清水冲洗的。这鱼油脂好厚，你看。肉汤汤，挤干水分再次腌制，盐巴、鸡精、蚝油，一个母鸡蛋，撒上的啤酒，再给点红色淀粉。鱼块里面再加点老干妈就可以了。搅拌均匀，腌制10分钟。哎呀，好香！再来摆个盘，哦，生活要有仪式感。 鱼坨坨再摆个盘，点缀两根香菜，下回我自己炒点火锅来。葱片姜段，花椒海椒，下入钓好的高汤，开锅以后熬10分钟，转小火下入鱼块，2分钟以后关火，再焖个3分钟就可以吃了。就这个大鱼火锅，我好几天皮，我你买个小红心你们会给吗？爱你们，来呀，我请客。要得，客官。他说请。要得。哎，好久没看你，我都喊他了。<笑>你这都插中了。员工。 你看上那个皮子，这皮子有点厚啊，吃起吃了多的。上面那个字那个，嗯，鱼大的就吃大鱼。我巴适，我还没吃过那么安逸的鱼。哎呀，你见过这种鱼吗？嗯，没见过。头回见啊。嗯，吃啥子更好吃？我们少见。哎呦，鱼皮好吃啊，很Q弹。 吃起来直多直多的，很劲道，还是要吃个火锅的哈，我不然能吃不熟不熟味道。好嫩啊，嫩，这比万香吃的好吃，你发现没有？好吃，嗯，我也好尝，慢点吃，慢点头发烫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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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烫片片，这个片片烫个五六秒，基本上差不多了。这里是比坨坨嫩的多，是吧？嗯，真棒。嗯，哎，这个鱼片更嫩。哎，今天还是巴适的哦。嗯，对对。哈哈哈，吃爽哦。是必须吃爽。